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3 ገበያ ሲሄዱ ልምምድ 这个东西多少钱? 100块钱 这个东西多少钱? 100块钱 这个东西多少钱? 100块钱 这个东西很贵 那个东西呢? 那个东西20块钱 那个东西很便宜 这个东西很贵 那个东西呢? 那个东西20块钱 那个东西很便宜 这个东西很贵 那个东西呢? 那个东西20块钱 那个东西很便宜 你喜欢买东西吗? 对，我喜欢买东西。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买东西。你喜欢 买东西吗? 对，我喜欢买东西。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买东西。你喜欢买东西吗? 对，我喜欢买东西。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买东西。你的哥哥卖东西吗? 不。 我的哥哥不卖东西。你的哥哥卖东西吗? 不，我的哥哥不卖东西。 你的哥哥卖东西吗? 不，我的哥哥不卖东西。
这个东西的质量好吗？对，这个东西的质量很好。这个东西的质量好吗？对，这个东西的质量很好。这个东西的质量好吗？对，这个东西的质量很好。你有名片吗？对，我有名片。你有名片吗？对，我有名片。你有名片吗？对，我有名片。你呢？我也有名片。你呢？我也有名片。你呢？我也有名片。